你并不孤单，又跟大家见面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能够邀请到了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小朋友。因为正值八月份呢，我们孩子正式放假的时期，这也是我们加拿大国家电视台每一年的七八两月呢，都是给孩子们来做《你并不孤单》，也是我们的暑期特别节目。欢迎您走进《你并不孤单》。首先，先欢迎坐在我身边的嘉贝，非常欢迎嘉贝。来，嘉贝，我们先抱一下。好，嘉贝，我们可以说是老朋友了，对不对啊？那我已经告诉大家你叫嘉贝了，你再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好的。大家好，我是嘉贝，今年八岁，我喜欢唱歌、跳舞、画画、弹钢琴，最喜欢当小主持人了。哎，你看呐，这一下子来了就进入正题了，最喜欢做小主持人啊。哎，你喜欢做主持人是哪一方面的呢？儿童节目，然后里面有比如说六一儿童节，我们两个见过面的，对吧？对呀。所以呢，每一次在台上的时候，每一次领着和你一起上台的时候，我有一种那种荣誉感，特别开心，因为你总是给我们笑眯眯的那种感觉，很开心。嘉贝，你今年几岁了？我今年八岁了。啊，对对，刚才已经说了，看又考你一下啊，也是考我自己。八岁了，你在我们的话剧团当中也是扮演了一个角色，对吧？对呀。所以我这个上个星期我们排练的时候，你是演姐姐，那个大姐姐的那个形象，虽然你是小的，但是演出来也是很过瘾的，对吧？姐姐最重要的一句话，最让姐姐比较没有办法很无奈的那句话是哪句话，记得不？一出场的时候，对，哪句话说给我们？你们在干什么？干什么？然后下一句呢？我的行李，我的行李，刚才还在这儿呢。哎，你看啊，都能够记得住。嘉贝，你真棒啊！平时在家里面，爸爸妈妈有没有教你？比如说主持啊这一部分，或者是跟 有啊，谁教的？爸爸妈妈教？爸爸妈妈。妈妈教的啊。好，以后我们经常跟妈妈在家练习，好不好？好。在家里面你跟妈妈都聊些什么呀？比如说聊天的时候，妈妈问嘉贝有没有在学校，今天在学校开心不？有没有问你？有。有啊，那你是怎么样跟爸爸妈妈说的呢？我会说我今天在学校很开心。很开心啊。你一般在学校都做些什么呢？和你的小朋友。我早上我一般都会做数学。学上课是吧？对，和我还会做写字和画画。和画画。我最好奇的就是想问你们在学校玩不玩那种 spinner？ 这个我最喜欢的那个 spinner， 你会玩吧？你拇指会，食指会不？食指不会。那中指呢？还有其他的什么？还 OK。还 OK 了，差不多。我的同班，我的班里的学生全都有，全都有，差不多。你有几个？一个。哎，一个就够了哈，挺好的。有些人有很多很多很多。你觉得有很多很多有必要吗？没有。没有必要。我只是想买一个试一试。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玩，它的原理在哪就够了，对吧？对。太好了，我也知道有很多小朋友呢，有好几个，我也觉得非常没有必要。但是有的家长呢，就是我们这里面也体现了一种家长的教育啊，就是很多家长觉得呢，出了一个新款的，或者是图案不同的，他就要给他的小孩子买。时间养成了呢，之后呢，孩子就觉得我必须要比别人多，我必须要比别人好。这个呢，并不是我们所赞同。不过没什么意思。哎，对了，没什么意思。那嘉贝，平时你除了玩这些东西，还有其他什么你比较喜欢的？比如说你的一个小 pet， 或者是你喜欢的一种什么玩具有吗？跟我们聊一聊。我有一个小猫咪，它特别可爱，它是个男孩子。哦。它才四个月大。才四个月大，一只小猫咪。对。对了，对了，对了，它才四个月，是男孩子。你给它起名字没有？它的名字是 Bling。bling bling bling 的那种我看妈妈发的这个微信圈里面，你追着他跑，然后呢你也自己会翻跟斗是吧？对， car wheel 自己做的很棒。爸爸的烧烤很棒哈，喜欢吃爸爸的烧烤吧？对。你们家是不是每天傍晚都烧烤啊？妈妈负责站在二楼的阳台上，然后呢俯视下面给你们照相。我猫猫在那个一楼，他就在外面，他就在看着我们，他觉得很无聊，因为他吃不了。哦，那你有没有想要给你的小猫咪喂点什么呀？
我想喂它烧烤，但是不行。啊，那烧烤不能吃。你知道养小猫咪都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东西吗？比如说怎么样去 take care of 你的小猫咪呢？怎么样呢？去 take care 呢？就是要给它每天吃很多零食，和要给它睡觉，和给它喝水，和它必须得拉粑。啊、哦，那得拉粑。它必须噗噗。跟人一样的，对吧？对对，所以说呢，其实很多家长都觉得有一个小动物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其实也是培养了孩子的责任心。那这些事情都是你来做吗？比如说给他水喝，是谁给的？就是我们有两个碗，一个是装零食，一个是装水。嗯哼，都谁来给他呢？啊，我们就是两个碗。对呀、啊，谁要给他的零食和他的水放到他的碗里呢？妈妈、爸爸、我和 Ben。啊、哦，都会做的是吧？能不能以后我们两个今天在这儿，知不知道今天是几月几号？不知道。好，现在玉华老师告诉你啊，今天是8月4号，2017年。从今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录完节目回家去呢，你自己主动承担起一份责任，对你的小猫咪，你选择哪一个？我选择给它倒吃的。给它倒吃的，你不选择收拾它的噗噗吗？哎，这个由爸妈来选择是吧？由爸妈来做是吧？好，那今天我们就拉钩好不好？以后呢，我就记住这句话了，我会时常的跟妈妈说，哎，今天加贝有没有喂你的小猫咪 bling 呢？然后呢，我们经常会通话，或者是我们两个也可以通话的。每周四从9月份开始，我们见面之后呢，我们就会问你，加贝今天有没有喂？这周有没有喂你的小猫咪？我没有手机。哦，没有手机是对的，那我不打你手机，我就是每周四我们见面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两个聊一聊你的小猫咪。那你跟你的小猫咪之间玩，你都有什么比较有好玩的东西跟我聊一聊？就是我总是都抱着它，它总是都喜欢上床，我有个玩具它特别喜欢。嗯，你们两个一起玩那个玩具，你有没有教它讲中文？对。你跟它讲什么呢？跟他讲猫语言。猫语言也跟我来一句猫语言是怎么样的？来过来啊，过来，那是中文呢。对，但是是一个像猫一样的说话。哎，学一下像猫一样怎么样说。喵。嗯哼，我不知道怎么他说，我就随便说一句话，然后他就来了。对，挺好的。加贝有什么你喜欢一项的业余爱好除了主持之外呢？比如说有没有？我特别喜欢唱歌。唱歌呀，能不能就唱一句给我们听一听 ？OK。好，来对着镜头自己唱一句。是一首歌还是一句？你随便唱，一直唱到后面的我们的这个叔叔说可以了。好不好？ Okay. 来开始。Hey Canada, let's turn it up. Yeah, check out ourselves. Cause you know you're never fully dressed without a smile. Your clothes may be Chanel Gucci, your shoes rock a dale. But baby, you're never fully dressed without a smile. But if you stand for nothing, you'll fall for it all. We got all we need, got no more. You're never fully dressed without a smile.And if you stand for something, you can't have it all. Cause if it's real, your love will never dare, never fully dress without a smil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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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You're never fully dressed without a smile. 太棒了，加贝。老师给你一句话啊，此处有掌声。你唱得太好了，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你并不孤单，再跟大家见面。广告之后你并不孤单，又跟大家见面了。我们刚才跟加贝聊了很开心，最后的这一段呢，我还请加贝给我唱了一首歌啊。对呀、啊，我发现这小嘴巴巴的说得可顺了。对，加贝的镜头感特别强。对、啊、确实是这个样子。我就是六一儿童节我们两个在台上主持的时候就能感觉得到，他在下面的状态呢是疯啊玩啊闹啊什么的，然后一到舞台上就是一个小大人。
对，确实是这个样子。在家里也是这样吗？对，在家里也是这个样子的，比较的能说会道，然后也特别喜欢唱歌，从小就很爱唱歌。对啊，所以呢，唱歌也是练了底音也特别强的。对。然后他又说他喜欢做主持人，我就很开心，因为呢，现在这么小的八岁的孩子喜欢做主持的还是比较少，大家都喜欢玩啊。那现在刚才呢，还忘了跟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这位呢，是我们刚才那个小人精的妈妈，加贝的妈妈。我特别喜欢加贝。因为这个来先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加贝妈妈。加贝妈妈是。对，我这个一说起孩子来，我就发现了我的话是滔滔不绝啊。我因为跟加贝相处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印象特别深。就是尤其是我给孩子们做 training 的时候呢，就是每一个小孩子站在前面的时候呢，刚开始每个人发不开音，就是他不知道他的嘴巴应该怎么样去发音，但加贝一下子进入状态特别快。对，然后呢，他进入状态的时候，他是那种像朗诵似的那种主持体，对，就是比较适合我们那个小朋友站在全部都是小朋友的时候。但慢慢随着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能培养他更加柔和的那种的，跟观众有没有距离感的那种，就好像是之前我们聊过天了，知道你在想什么，然后再跟你说话。对，是这样。然后慢慢一步一步培养，这个不着急啊。我倒想问加贝妈妈是怎么样把这孩子弄成这个样子的，好多家长特别羡慕你，特别羡慕加贝。跟我们传输一下经验好不好？其实加贝从小呢，我给他学了很多的东西。因为呢，我是想在他学习的过程中，然后我去发现他有哪些是比较能够擅长的。对。然后因为自从就是生了他以后呢，我就没有上班了。我以前在这边当老师，然后没有上班以后呢，然后就一心一意的就是陪伴他，这样全职的。对，来发掘孩子。对。哇，你们这个就一个小孩吗？对，我就一个孩子。幸亏一个，要生两个你就忙坏了。对，我就忙忙得不得了。对啊，因为你要同时发现两个孩子的特长，这有多大的难度啊。对，是这样。这比你上班还辛苦。对，非常辛苦。除了每天早上下午的接送以外，然后还有很多的课外的一些兴趣活动，然后呢都是需要家长就是在后面大力的支持。对，不光是时间上的，还要投入更多的精力物力，对，物力财力各个方面啊。对，确实是这样。对，这么说起来爸爸好辛苦啊。对。我们也给这个非常支持我们的所有的爸爸都鼓掌啊。对，应该鼓一下。对这个非常辛苦啊。对，其实呢，我在这里我也代表所有的老师啊，就是我们兴趣班的各位老师呢，也是要感谢各位家长。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没有你们的支持呢，我相信我们的兴趣班没过两天呢，大家都要说再见了啊。对，确实是这样子。对，就是因为是这样的，所以呢一波一波的这种兴趣班呢又跟大家见面。其实这个倒也是个好事，群芳荟萃。我倒觉得你是慧眼识英雄，是家把女儿培养的。这加贝往哪一站，我跟你说，虽然个子不是特别的高，个子很小，对，八岁的小孩子，但是呢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么的有 power。 就我们上一个星期四那天呢，上每周四我们的儿童话剧排练的时候，加贝来演一个大姐姐，这个姐姐是非常有 power 的。我是一个13岁的 Aurora 来演的。你记得 Aurora 吧？高高的个子啊。对，然后她来演这个角色，当我就想啊，加贝让他要是，因为每一次到我的这个学习班的这个孩子们，他要演不同的角色，对，所以加贝那天拿到了这个大姐姐的这个角色，是加演的，把我们那些孩子们都吓了一跳。有的一个小朋友问我，他能演姐姐的角色吗？我说你试试看，那每个人都要给机会嘛。对，结果演起来真是很像回事。 对。那加贝，比如说你每一天送他这个样不同的课堂啊、学习啊什么的，就加贝自己会不会讨厌这些课堂？比如说他自己有没有想，妈妈我不想去了？我觉着他还是挺喜欢的，除了有一项兴趣活动，应该算是钢琴这一块。因为钢琴它是主要是要大量的时间的练习。practice 对，他来不得一点就是偷懒也不行。对，必须得坐在钢琴前每天。
对，枯燥，真的是枯燥。我觉得钢琴好像是所有人的痛，对我来说更是痛。是我们这个，而且哎，我就发现有一点啊，有一些家长，比如我，我的小孩现在15岁，马上16岁了啊。然后呢，他小时候我带他去学过2次钢琴，后来我就发现他每次去学钢琴的时候，他在颤抖。他在颤抖，然后我就在后面，我发现他抖得厉害，我也激动得厉害。然后我就坐下来跟他谈 Arena 是不是对钢琴有什么想法，他说不想学。对，就这一句话，再见钢琴，再见。对，从来没学过，就2堂课，买了一架钢琴，然后回家去，时不时的摸一下可以，但是呢，我就告诉他不喜欢的一定不要学，我就是这个态度。所以呢，我的小朋友，我的小孩呢，到现在就一个画画。我说你如果能把画画搞明白了，也算是行了。对，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送他。接送，还有因为他学弹钢琴的时候呢，我是要在旁边也要辅导一下的。对，是不是？所以孩子没学完，你倒学会了。对，我本身也会弹钢琴。本身也会。对，本身也会。对，刚才您说您在这边也是教学，教哪方面呢？我是在国内是当老师，但是到这边来以后，因为移民过来以后，然后我就拿了一个 ECA 的 diploma，也是爱。那种early education 的那个，然后就是孩子心理学应该掌握的特别不错。对，心理学以前我们也学过，因为我原来是学教育学的，所以就是在这个方面还是就是对8岁的孩子还能够稍稍有一点，对，能够掌控一下。你说有这样的妈妈，难怪嘉蓓那么成功。对，目前来说啊，8岁的小孩子他已经是相当不错了。但是当我们要跟电视机前的这些家长说，不要担心啊，有很多家长说我没有学这个，我不懂孩子心理学怎么样。不要着急啊，这个孩子要顺其自然。对，因为天性，孩子的天性还是在的。然后呢，父母跟孩子的交流啊、沟通啊，这些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技巧在。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学，我遇到一个我这个家长呢，他就说我对孩子我就要这样，怎么样。其实不要这样的，不要这样子，要循序渐进的去善诱他，然后慢慢的进入家境。对，确实是这样子。现在感觉到有收获了是吧？对，我觉着有收获了。刚刚开始也有些纠结，有时候就是觉得孩子他就是有，比如说对他不怎么感兴趣的东西有那么一点点引导，对，有一点点反感或者是不喜欢的时候，看怎么样去引导。当然中间也有一些就是将家长的循循善诱这样子。对对，慢慢来。对，慢慢来。 对，跟着孩子的兴趣走，不能说替他去决定太多的东西，慢慢的发现。但是你一定要跟人家聊，因为我们必须的，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们发话的机会。对，就是很多家长他是高高在上的那种，对着孩子这样说话，这是不可以的。对，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个家庭氛围，比如说爸爸妈妈对孩子整体影响，不能说你想怎么样，爸爸可能想另外一条路，然后孩子又想他的一条路，所以这3条路或者2条路走路，2条腿走路就好难了。对，要统一意见，要统一。对，先跟爸爸商量好，先把爸爸搞定，然后再搞定丫头。对，确实是这样，挺好的哈。好，你看我跟妈妈聊天总是有这么多的话题。我刚才你说起这一点呢，我倒是听过很多家长有这方面的顾虑，就是当孩子们他们不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家长应该怎样去慢慢的去引导他，然后让他呢一点一点的知道这件事情做是对他有益的。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还是要跟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来说一下呢，先不要着急。当你跟孩子有了反面意见的时候，首先深呼吸，转身离开30秒，然后呢你再回头看他笑一笑，其实呢这个时候可能就化解了心里很多的矛盾。对，所以呢再回来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找另外不同的这种渠道跟他说。对，所以当有了不同渠道，孩子也是讲理的。是的，他也明白的。他们也是吧。好，那现在呢我们一聊起孩子的话题呢，就有非常多的话题聊啊。我倒希望在这个私下里我们可以接触更多一点的这方面的家长，我们一来聊一聊呢，只要是对孩子有益的事情都是我们所关注的。不过现在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你并不孤单，再会。广告之后你并不孤单，又跟大家见面了。我们这一家三口今天来录了3个镜头啊，特别棒。首先呢，我们要非常欢迎，也特别感谢啊，嘉蓓的爸爸来到我们的现场。来，嘉蓓爸爸自己跟大家说一说吧。
嗨，你好，我是嘉贝的爸爸，很高兴今天在这里和于浩老师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见面，谢谢。其实我也是非常荣幸的啊，因为这个嘉贝爸爸今天呢还是请了假来到我们加拿大国家电视台的演播室，所以今天也是特别感谢嘉贝爸爸啊。应该的，应该的。不单是支持孩子，同时也是支持我的工作，也支持我们加拿大国家电视台你并不孤单的这个平台。那刚才呢跟嘉贝和妈妈也都聊了一下，在家里面这两个女人可以说是主导家里了哈，绝对是的。 你有点二比一的这个比例，有点失调的感觉啊。是，没在想再要一个男孩子，二比二比平了。看这个小孩子的爸爸妈妈和这个小孩子，对，不要紧啊。是吧？这个再不想要一个另外的一个男孩子跟你并衡一下吗？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哎，很多爸爸妈妈都说，但我接到的信息就是加拿大容易比较容易养生养小孩子，要多生一点，但是我觉得精华一个就够了哈。所以说这两个人主导家里面也是挺开心的，我觉得他们两个在你面前像两只快乐的小鸟一样的。是，尤其是我们的嘉贝啊，特别开心每天。对，有没有什么生活当中印象比较深的？这个我觉得你对我们的印象比较深，就是勤劳任劳任怨的在工作哈。对，我们就是总是家长总是愿意在陪伴着小孩，陪伴着家里面。然后呢，就是我们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在陪着小孩，但是我们需要真正的陪伴小孩，然后不光是从时间和财力，可能更多的事情从心思上面去和他们在一起，然后和他们在一起去跟小孩在一起，跟老师交流，去 follow up， 对，去交流，去上老师的课。对，我能够知道你和嘉贝的妈妈，你们这两个人啊是特别支持嘉贝。他好像是前段时间在演安妮，那么多的小朋友，然后我看你们也是不辞辛苦的一路跟着。是，然后包括孩子吃东西，我看你给他喂披萨的时候好感动。因为很少有爸爸那么细心，然后先拿出一小块来，嘉贝的嘴唇上因为抹了这个口红，化妆已经化完了，还戴了耳麦，然后呢我看着你一口一口的在喂，妈妈在这边喂水，特别感动。那幅照片，那个景象呢应该有人给你们录下来啊，这个非常温馨的一个画面。那你也是在家里面，刚才妈妈说了，她自从有了嘉贝之后做全职妈妈，然后你也是蛮辛苦的，在外面一个人工作来照养这个整个家庭。我看 BBQ 做的特别棒哈。是，我相信每个人，就是包括不光是我一个人，我相信每一个加拿大这个父亲母亲都很辛苦，大家都为了这个陪伴的小孩，下一代的，为了下一代的健康幸福生长，然后希望他们更多的这个在这边上更多的课，更多的兴趣发展他们，让他们 enjoy 他们的 life， 包括他们的下一代，就是这是我们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天下父母心啊，真正体现到了那一句话。不过我倒是觉得呀，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成年人自己要过得更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把我们的开心，你的正能量完完全全的让孩子去体会到，所以他很开心。不过还有一句话，老人常说的一句话啊，孩子是家长的一面镜子。我看到每一次看到嘉贝那种特别鲜活的那种感觉，活灵活现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哎，他这个家庭一定是非常幸福的。因为你们给予他的东西是他正好所需要，成长过程当中所需要的啊。那嘉贝知道嘉贝每一次上课外课，妈妈刚才聊了说这个钢琴是孩子不是特别喜欢的一个痛点，那对于你来说，你觉得他不喜欢你怎么样处理呢？我可以理解，就是小孩子他在学习一个学习的过程中间，不光是钢琴或者包括所有的，他都会有一个过程，大量训练的过程，包括我相信玉华老师做主持人也是这样，不停地在台后不停地训练。对，所以说呢，我相信大家都认同这一点。所以说呢，他们在背后呢花了很多时间去训练，然后我会支持他，然后会给，因为他是小孩子，所以会让他们训练时间会短一点，但是训练次数会多一点，然后相当于是20分钟的番茄理论，让他们就不停地去训练休息。还是要 enjoyable， 不能够一味的像不要 push， 对的，don't push， 所以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所以说呢，然后给他们一点点这个计划，因为小孩子有时候会忘掉他们的这个任务，天性嘛，对，是玩所以说，哎，这里就是对，所以说来 conclusion， 所以说我们就是如果有一个他的这个愿意的目标，他去做，然后我们给他一些鼓励，让他呢，就像您刚刚说的，因为小孩子他是这个父母亲是小孩子的 role model， 所以说我们就父母亲同时在做事情的时候，也会给他一种积极向上的这个
示范作用，知道假如说我要小孩子去好好读书，父母亲是不是每天在读书啊？对，我让小孩子每天去遵守纪律，遵守时间，父母亲是不是在这样做呢？如果大家都这样做的话，小孩子很容易在有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哎，这正好说到了我们今天要谈话的这个点上了啊！因为很多时候呢，家长都觉得啊，孩子在读书，我可以看电视，我可以听音乐，我可以跟朋友聊天的，怎样怎样的，其实这都是不对的啊！这也刚才您说的这一系列呢，也正好了总结了一句话：跟孩子一起成长是要有耐心的。所以那句话也是非常对的啊，爸爸妈妈其实是牵着一只蜗牛去散步，他的每一步的成长，每一步的前进，对于我们来说呢，当你看到的时候，那份惊喜有的时候是开心的，但是有的时候又觉得啊，孩子长大了，我又觉得有一点小小的失落。我就是看着，就是每一次我看到孩子们长大的时候，尤其是比较小的，就比如说我们上一次在六一儿童节我和嘉贝主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给我的感觉还是小，今天一看到了感觉成熟了好多。是，而嘉贝在镜头面前是特别有感觉。是，是吧？所以说你们也是针对这个特点给他来练。对，他就是每次回家以后，就假如是上了玉华老师的课以后，他每天回去训练，他很开心，他很愿意上课，所以说妈妈给他很多辅导，不停的辅导。然后我们需要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小孩子呢就慢慢长大了，他有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像您说的，就是我们每次看他，就是看他的背影离我慢慢远去，每一次看他长大，这个都是我们看他长大的过程，也是一个每次送他目送他离开我们的过程，有一点欣赏，同时有一点小小的心酸哈。对，是。你现在这样一说，我就感觉到嘉贝结婚的时候，你一定会哭，把人家的手，把人家的手交给另外一个男人的手里面了。应该为他开心才对。啊，是。他会开心的，开心最重要的。开心是最重要。对，其实我倒希望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家长呢，都能够像嘉贝的爸爸妈妈这样的啊，对待孩子方面呢，又宽，但是呢又有原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还有今天我们谈论的最重要。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父母亲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任老师，我们自己是怎样做的，将来我们的孩子呢，你也会看得到。不过不论怎样，我们今天呢在这里先约着啊，我们等嘉贝再过一年，明年的这个时间段呢，还是你并不孤单，还是这个节目，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嘉贝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做客我的节目，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每一年的孩子成长史呢，都在这里记录下来。对，那今天的这次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你并不孤单，再会。